小狗今天满月了，今天等会儿就准备开始给咱们喂食物了。你看看，现在一喂这个大狗，这个小狗都跑了过来要吃了。这有骨头不能吃。呀，还咬我，还想咬我啊。这个是喂的这个熟的，这个鸡肉里边有骨头，不能让那个小狗吃。哎，去。大狗吃完了，这窝小家伙长得比较大，今天一个月整。去，吃点剩渣渣吧。这窝小狗呢，就是生的少，然后这个大狗的这个奶水也足，所以说吃食就吃得晚，要是多的话，就是二十多天就开始喂这个食物了。这就是准备给它一个月，爷爷喂食物。看，这两天这个小狗都开始知道吃东西了。想干啥？你干啥？有点性格了啊。灰色蛮漂亮的啊，蓝眼睛。这窝的小狗的这个底盘都比较大，爪子大，随这个换眼。
几个灯泡呢，我还都弄到。这白狗跟他们这狗都不让吃。小狗第一次啊，吃东西。你狗着，你别养那狗，天天看那顶上一打。狗粮，狗粮奶粉啊，第一次还不知道吃呢，下午还得上级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龙啊，简单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普家犬啊。刚才呢，就是这一窝是刚满月的小狗啊，一个月。幻影呢搭配的这个进口的一条种公啊，叫丢狗。丢狗呢，它就是西班牙那边的一种比较古老的血系吧。国王祖鲁血就是这样一个昵称嘛。这种血线呢，就是说现在国内外都比较少，因为国内也就这个算是祖鲁血吧，其他的还没有听说，就是说这个普家圈里边有从国外引进回来的这个血线。你像其他的都是阿特拉斯丹尔血，还有德伊雷马血，德伊雷马血应该在国内比较早，十几年前嘛，应该就有了，啊。这个还有像那个比尔拉塔血，这个就更少见了。还有听说过，就是一红星血线，红星血线呢是国外的一个犬舍的这个名称，但是我也没有接触过，就是这那种犬，但是见过图片上见过，哎，见过视频。现在我犬舍吧，就是这三大血系吧，祖鲁血。还有这个阿特拉斯丹尔血和德伊雷马血，啊，怎么说呢？这个祖鲁血这个性格啊，它真是它对人呐、啊，对同类，那真不是开玩笑的，特别狂暴，啊，而且打架了，各方面它就，主要在我的这个，就是养了这么几年那个普家里边，反正就是。祖鲁血吧，祖鲁血跟那个阿特拉斯丹尔血还是比较强悍的，然后打架速度了，我感觉要，他怎么说呢？他好像就是，说他情商高，还真不是空穴来风，他好像有时候，就是比较通人性嘛，你别管是打猎了还是打斗了，包括他们打猎的时候。就是一块长起来的团战，都是相当不错的，啊，所以说，自从就是说养了，一开始我养的道家和普家，但是越来越喜欢普家，就把道家嘛给卖掉了，淘汰掉了，然后完养了这种犬以后，啊，其他的那些犬真的就不想养了，这不是说不好啊，这个东西就是各有所爱，啊，我只能此时此刻我只能说代表我自己的这个。爱好，看法，啊，反正每一个犬种里面嘛，肯定都有，好的，还有差的，啊，接下来这几年时间呢，我就是想把这个普家犬，啊，给它把品质搞一搞，然后呢，就是血线更加就是说纯一些，就是这窝幻影这窝小狗吧，就是回血，回血呢，它也是一个。算是系犬舍里面的一个系内繁殖吧，这样呢就是说，一是为了给它提纯，然后再是二就是让它这个遗传的基因比较稳定，啊，就是还是比较满意的。虽然说生了七条全部都是母的，我还是比较满意的。它因为它这一窝一看那小狗的底盘就大，普家呢它就是说呢怎么说呢不需要太大。然后也不能说太小了，太小了也很狂暴，但是没有大了漂亮嘛。结构要好啊，两个这个前爪跟后区要宽啊，要结实啊，然后头板品相要好啊。结构呢，一般就是后腿低，然后前肩这边高啊，
这样才会有爆发力啊。看看吧，反正现在这有一个月了，整体来说现在走向还是比较满意的，不错的啊。等到两个月吧，两个月左右再去看看啊，看有没有就是我特别想要的那种版型吧，看看到时候有没有，很期待。有喜欢那个普家的啊，可以关注我一下，到时候有什么问题咱共同交流。好了，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啊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